每位智障人士都有本能的需要去行使自主自决的权利。自选日当日，同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衫回学校。同学还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去参加。哇，好犀利哦，拣红色啊！选择喜欢的茶点。这个就是富有中和特色的自选日了。另外，我们学校的宿舍部还有宿生的楼层会议、学生代表会议、午间宵闲，还可以有自选活动参加。同学仔一张张的笑脸话俾我哋知，原来可以选择系几咁开心。呢啲活动嘅目的，除咗为学生刻意营造选择嘅机会，亦都希望提醒教职员同埋家长喺日常流程之中多啲俾学生自主自决。因为在乎你嘅选择，所以刻意营造选择嘅机会。